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瓷砖的话题。今天邀请到两位瓷砖专家，还有一位监理专家，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浪网装修论坛的版主，家装诊所。大家好，我是那建材论坛的版主钢坛老六。大家好，我是瓷砖论坛的版主，网名瓷志恒靓仔。这两位都是瓷砖方面的资深专家。瓷砖为什么会出现贴过一段时间之后下牌的颜色变深的这种情况？是在贴的过程中的问看它贴时间久，多长时间，那有可能那水都是往下沉，有可能就是说还没干透。你这个是像这个问题，它应该是，比较常见的是这样，就是说瓷砖贴了之后，下面的一层或者一排，包括两排，应该理工他们也经常见到这个情况。这个颜色跟上面这个颜色它有不一样，底下的颜色要深。这个的话是比较常见的是一贴个的问工艺题。上的问题吗？不是，它主要还是说，一是材质。他们说，比方特别明显就是，卫生间有的时候咱们说贴墙砖的时候，就还是刚才咱们说玻化砖贴墙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明你显了。出现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是吧？你要是那什么陶瓷砖的话，它是釉面的砖，它后头的吸水强度很高。由于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地面经常使用，就哪怕你在你过以后。以后干完活了以后，就说我住家以后，我洗澡也是地面水多，比较潮湿，比较潮湿，比较它会潮，从底下就还因是为吸吸水，水了，只所以要它是吸水，颜色变深。对，这是常见的。其实这个问题还跟就我那个的话，我也经常去工地，然后呢，跟他这个施工跟工人的施工工艺，就是工序这一块有关系。因为一般的来讲的话，目前这个瓷砖是，墙砖他们铺贴一般都是按这么一个顺序来走。首先的话是底下的这一排，最底下那一层，它先不贴，然后从第二排开始往上到顶，贴完了之后，再开始把地砖铺，铺完了地就是砖，跟地砖能够连接得更好。他先铺，那第一步先从这个倒数第二排开始铺到顶，铺到顶了之后再铺地砖，地砖铺贴了之后再把下面这圈补回这一去。圈补过来。那么就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的安排呢？首先，那咱们来看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他先铺了这个墙砖的话，再铺地砖不会耽误他的这个工期。然后的话，他最后补那个墙，补那一层这个地砖，他这个的话主要是现在很多人都要求那种，墙砖压地砖，被这个东西所误导。很多人认为就是墙砖压地砖，他这个是规范，他这个是最后他没办法。因为所他如以，果说先直接从地砖开始，那第一层他就开始铺到顶的话，最后他这个地砖的话，他肯定就是地来靠墙。因为它牵扯着好多那个，它这么干呢，从几个方面，一方面来节约他说的时防间。水，因为做防水的时候，我墙面做完防水，这时候大家可能注意，就是说地面它并不做防水，是吧？它现在就我墙面做完防水了，然后呢，如果这时候应该说墙地一起做，但是现场的条件很难这么达到。如果墙和地一起做的时候，地面必须做保护，它不做保护的话，容易损坏。容易造成这个防水的破坏，对。这那所为以，什么再贴最后下面一层砖的话，你就听我，会颜色变深呢？咱们说那什么，好。待会儿，这么着来的话，把防水是一方面，另外呢，我地面是有坡的，我找这坡的时候，我这砖的最底下那块砖，怎么说呢，是宽窄是不齐的，它根据你找完坡以后，然后你才能修出这个长短，修出它这个宽窄。你最后贴这块砖的时候，贴完地砖再贴最后这一块砖的时候，它是最后贴的，它那时候的水，它等于是上的砖已经干了，这时候砖它并这时候的最基础的这块砖并没干呢，也是造成颜色深，
也是一个，所以好多施工说你过几天吧，过几天干干就好了。实际上我觉得干干以后你再使用的时候还会牵扯着一个水大了以后它还会把在底下慢慢反上来颜色，主要是水就是受潮的原因，这是一个。它是应该最主要的还是它跟刚才我讲的这个施工工序，就是这一块包括里面讲的施工工序这块有关系。然后它底你看上面咱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它那个水分的话底下这一层没铺的时候它上面可以散发，然后水可以它同时可以往下流，这样的话它可能就干得比较快。在最后的话我在最后地砖铺了，剩下我这个最下面的这一层墙砖，我再把这个贴上之后，底墙上做的防水，底下这个地面它也做的防水，那我这最后这一层里面的这个砖的它的水分它很难散发，所以说它这个干固的时间就相对的比较慢一点。这个的话我也去过很多这个现场，也有很多这种案例，就是大家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刚铺完之后你看一看你这个门口收口的这个门边这块位置，你看那个侧边的这个砖背面的水泥浆跟上面的这一部分颜色是不是一样，就可以判断出来是属于砖有没有问题，还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颜色不一样，砖的密度颜色一定的问题。对，它是如果这个背面的这个水泥砂浆、它的这个颜色底下一层它的这个颜色跟上面这一部分它的颜色不一样，或者它你明显的感觉到里面还有水分，那么它这个反映的这个砖面它肯定这种砖它相对的底下就容易变深一点。那它晾干之后会变回去吗？应该是可以的，一般都会变回去。但是如果你在选择的时候，如果可以先做一下那试一下那个滴水试验，看它会不会透到表面。如果吸水比较少的，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在购买的时候它不透到表面的话，它就不还颜色就不会变的。那如果你瓷砖只能说一般的话，它就会颜色会变深，表面会透过来。这有可能是瓷砖的问题，这种就是属于特别瓷砖的问题，这种就是算是质量特别特别差的那种，它有可能的才会吸水吸成这样。一般的来讲，这个我个人觉得的话，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常见的，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就是晾干了就好了。跟施工工艺主要跟这块有关系。